近日 ，El Oficial Times 时装男士发布四月刊封面大片，韩东君霸气出镜，俊朗时髦的运动 BOY 开启他的后吴昕时代。本次大片，韩东君向你们诠释了一个运动大男孩如何装扮自己，将自己打扮成精致的猪猪男孩。这身装扮也是把 Gucci 的服装诠释得非常到位，蠢萌的霸道总裁。这是吴昕法师热播后，韩东君给人们留下的印象。这个非典型花美男，总在生活和工作中与自己较劲，他在以一种同龄人少有的冷静旁观着自己的工作与生活。本次大片拍摄韩东君可谓是玩味十足，不失质感，尽显大男孩的硬朗与活力，堪称是运动男孩的穿搭典范。